你觉得好喝不？你可别喝喝说别喝醉了，英哥，少喝点。那个采访一下，你对今天的进球今天状态怎么看？我只是咱们系里边的一个配角，我的工作就是做好配角，做好绿叶，衬托他们。哎，你觉得你做好了吗？我觉得我今天做的还算中规中矩。啊，你想对你的球迷说些什么？有什么寄语给那些在中国足球黑暗的环境下？希望他们继续支持我，希望决赛那天。啊、嗯，我心里的那个人能够在，但我知道他不会去。那个，你觉得这个中国足球哈，你今年这么惨哈、嗯，你对这帮仍在这个为中国足球挣扎的人、有什么寄语吗？你的下一届了什么的？你的偶像，你的 fans， 继续挣扎，继续挣扎。